自认年年25岁嘅乐坛校长谭咏麟呢日就出席新专辑嘅巴士巡唱活动，仲同几位年轻歌手一起合作。校长对呢班后辈又有啲咩评价呢？没有，我们都是大家庭嘛，都是像兄弟姐妹一样，姐妹一样。其实我上一回做一个音乐大版型的时候，发现还有很多歌，还有很多不错的歌，所以我就跟唱片公司的高层说，我们环球的兄弟姐妹一起来把它变成一个合唱的，形态出来，这样。出动咁多人力物力，新专辑嘅 MV 制作费咪要天文数字，老板系咪真系冇问题噶？没有啊，他说无限量，无限量支持我们，所以他现在头发都没了。唱片公司今天到今天为止还没算，用了多少钱，还没算啊。另外喺 MV 入边做女杀手嘅陈日璇都俾校长点名赞，很荣幸可以参与。而且呢，校长很好，给了我一个非常性感、非常突出的个角色。人家他说女艺人有44寸的长腿，她应该大概有接近46寸的长腿。哇、wow. ！而且他跟那 Gary 将来会很快将来会做一个组合，叫大树组合。大树。因为我相信是我认识的。唱跳 dance 歌手里面最高的就是他们一队的，手长脚长去跳舞，就像两个大树菠萝一样。